刘先生女儿说，三楼的哈士奇看到他们回来很兴奋，不知为何突然从六七米的高度一跃而下。 不巧，父亲被砸倒在地，经诊断刘先生颈椎骨折脱位，脊髓损伤，目前已进行相关检查，后续将进行手术治疗。刘先生对媒体说，这只哈士奇是几个月前被领回家饲养的，跟他很亲近，现在有60多斤重。据了解，惹祸后，主人并没有过多怪罪这只哈士奇，而是使用铁链将其拴牢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新京报、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 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